大家好，我是方克老师，这是来自一位蒙古的小姑娘。关注我方克老师，精彩不断，为你奉献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克老师。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小姑娘叫李子毅，今年还没有上学，马上要开学了，暑假在这里做暑假的集训。我问她为什么要哭，她说疼。那疼还练吗？他说练。的确，一个舞蹈演员背后的辛酸是一定的，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，没有这么多的汗水哪来成就梦想。欢迎大家来到方可艺术学校，谢谢。他表情关注我，更加精彩送给你。方可艺考基地欢迎您。从哪走？什么时候来？快点，要不然就不结束了啊！哎呀，三，一会儿掉。丝胯的感觉，你们有体会吗？点赞吧。危险动作勿模仿。歌词太深刻，渐渐明白了，你给我那么多，成长是首歌，是多彩的颜色，越大越懂得。我在唱你在歌，他全程的烟没放开。数数五十，走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休息这一个星期能行吗？啊，你休息了这一个星期，我们是认真的，只要你学，我们就教。歪歪艰苦训练点赞，请勿模仿，避免受伤。一起上